结合传统书法与摄影，唤起大众对古挪文明的无尽遐想。中国挪文化是由挪庙、挪神面具、挪舞、挪戏、挪服、挪服饰、挪兵器等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。赣挪是中国挪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，也是敬神主鬼、祈福免灾的文化现象，具有中国挪重有的特征。赣挪又是地域挪文化，以其历史久远、形态原始、品类丰富且制成文化体系而享誉海内外，被称为研究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活化石。这一次在中正纪念堂展出邓勇摄影专题最具特色的108位中国挪汉摄影作品，将传统的书法结合以真人巨幅影像呈现于宣纸上，东方艺术符号化的立轴装裱形式，人神共体的壁像影像，与古韵浓厚的诗文相映生辉，给人高雅美感，又唤起人们对古挪文明无尽的遐想。挪汉108项邓勇作品巡回展将以台湾作为第一站，接着计划到欧美、日本及韩国等地巡回展出。展览期间，邓勇先生会在一些大学举办挪文化演讲，并邀请台湾的书画艺术家共同创作。时方新闻记者赖玉荣台北采访报道。